Hello， 各位同学们，我是 Roy， 欢迎来到 Rena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开箱我们这个 Dual Rich Junior。那它的编号呢是18096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。Let's go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请在频道的名称旁边点击订阅，顺便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选择最上方的全部通知，这样每次有新片上传的时候，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OK， 那我们就先从车壳开始。那车壳呢是长这个样子的。OK， 那这个是它的尾翼。那因为它是这种越野车的这种款式，那所以这边呢有它的这个避震的这个支架。OK。那是当然，这个是它的贴纸啦。OK， 那再来呢，到它的底盘。那它的底盘呢是我们的 VZ 底盘，那它的这个是 ABS 底盘。OK， 那它的板件 ，OK， 那都是黑色的。OK， 那再来呢是它的这个中镜的五爪前窄后宽的轮框，然后银色的轮框。那它的轮胎呢是中镜的刻字。超硬胎 ，OK， 然后呢，它这里面呢有跟这个低摩擦的这个塑胶的导轮啊，还有它这个齿轮里面的轴承，塑胶的。那这个齿轮比3.5:1，那它里面呢有跟这个黑色的这个参碳齿啊，有点难找，但是在这个位置 ，OK， 那这一台呢，这东西呢就长这个样子啦。那我们现在看看它。组成之后长什么样子 ？OK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呢，麻烦在下面帮我点个赞好吗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